迄个假人啊，迄个啊，咧找无啊，啊，都伊看到伊，啊，迄阵即个都脚甲手拢变大颗，哇，我拖着手，拖着脚，细汉呐，拖着脚我唔知啊，阮囡仔伫只倒头栽啊，我来呢，你以为你是 Michael Jackson？ 多人你来哦，啊，你多人啊，你麦朱大哥好，啊，叫我朱大哥，这什么人？你陪着你。诶，什么人？什么我主持人看到很黑人走镜啊？胡小芳，这是小芳哦。对啊，我错一个。哦，较水，较水。谢谢。较水，我无生妈妈。你在讲啥？生个妈妈要讲，生着妈妈就水诶。生着妈妈就嗨啊！我讲。啊，这个真让恁走镜。你袂记得吗？这敢是顶个你来问这部讲？你怀孕的时候，朱大哥有一边叫你伫台顶吃薄饼，对啦。迄个时候不都带来都有伊哦，就是伊啦。对，啊，观众含头家拢提头前要看伊啊，伊在唱歌唱唱会吃薄饼啊，哇，饼干呢，好有人客拢爽安尼对吧？迄栋无饼呢，迄工都无饼。我是讲啊，你那唔饼，我想奇怪啊。当时啊，就是巴肚有心有力滴的啦。啊，冰姐伊巴肚疼啊。对，啊，冰姐巴肚疼，才阿乐啊，才阿凤啊讲。哥哥呀，你害死我！我今麦到底听我阿贤话，我有心，我靠腰，你有心你不甲我讲，我来知影对不对？好家在无代志。嘿，你顶场有病，下晡有病呢。阴暗头一场唔敢病，下晡病煞走去看妇产科，看讲有心啊。好危险哦！啊，就是有这个啊，对啊，这个面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哦，只要腰，只要腰瘦啊，巴肚来吼无代志，出来嘛也蛮有代志。对，你说生出来，什么代志？我吼一摆在那波就做秀的时阵啊，拄啊好，阮查囝和阮老爸甲带来找我，迄阵头都五个外月，啊，我都爱看人演戏啊，我都徛在后台看，我鬼讲我囡仔来无去，小弟哥吼，怎啊带台顶嘞？这样子好啊，有什么不好？不是，我演一出戏啦，我爱抱囡仔出来啦，但是迄个囡仔吼。囡仔伫遮，我爱讲囡仔伫遮啦。人个尾也正气嘛，安尼。那个剧里面的桥段呢？啊，一个囡仔唔知有上对一个婆姨啦。假迄个道具吼。嘿啦，迄个假囡仔迄个啊，在找无啊，啊，都伊看到伊，啊，迄阵即个都脚甲手拢变大颗，哇，我拖着手，拖着脚，细汉呐，拖着脚我唔知啊，阮囡仔伫遮倒头栽啊。我来呢，你以为你是 Michael Jackson 啊？你敢知我呢吼？伫后台是爱白各位啊！小弟哥，弟哥，弟哥，结果阮囝拢无爱。你无哭？你怎么这么勇敢？伊唔是无哭啦，勇敢甲变过倒头，惊者你袂记哭。惊到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简单嘞，你爱我是一功劳，你今仔出来，恁祖囝爱甲我做多些。你安尼对待人两边差不多无义啊！你以前咧巴肚的时候，我叫伊爱变，变一个暂时的脚较长啦。但唔知扭断呢，扭断呢。啊，那好佳哉生查甫啊，生查甫变哪？生查甫嘛是讲阮扭断，我唔是啊。别讲你，别讲啊。啊，小芳，你啊看你即摆即班的有水无？水。好佳哉无生老母。什么啦？妈妈是小粒子。什么？我叫小粒子。就是比较娇小型啊。少年，少年嘛，袂歹啊。我怎唔知你少年袂歹，无你有人生的哟？对唔对？我是脚较短尔。是脚较短。你本身就无够悬。来，阿伯看一下较真嘞，这个出事，这头几位我看大汉。你们两个以前不是常一起跳舞？哦，我拢甲杀出来，什么杀出来？你拢唔知哦，我来甲拖出来。拖出来忘记了。因老母咧唱歌，拢当场咧表演，我嘛拢阿姨拢鼓底下咧，鼓底下咧看妈妈表演。嘿，我来甲拖出来，拖来待定。你也看麦，因老母爱唱歌，爱跳舞，爱搬特技，这个嘛会。好，就当场爱甲蹬蹬蹬的，好体力跳探过，哦，啊就脚也足悬的，来互拢互人客看的。好袂讲。哦，遐拢看到，啊，因老母佫为着伊安尼，好偌认真的呢。安怎？知影讲好，因暗一定会去伊姑遐。嘿。啊，两场就甲换两条内裤，安尼就对。哦，甲买十二条，啊买拢足贵的呢。啊，恁老母迄阵只伊家己买内裤，只买三条100块的。你最友好的呢，真了解我。欠家己，我为着查囝，咱讲实，我对查囝真正袂歹。我迄阵吼算讲，
算我慷慨地。嗯，我不是什么慷慨地啦，我那输掉啦，我那输到我输死啊。我爱讲，我会跋着我菜这个干杯介绍的，我爱讲。大神干杯，卖尴尬的好，伊甲你看呢。想干杯介绍，伊就讲，这个你要签，我唔捌签，有影我全拢唔捌签。你搁大神签哦。这期下就讲，这个这足准的，有够准好。你也看嘛，这期啊几号安尼？迄阵大家都啊，哦，几号足准安尼？这期的。人讲是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伊若听我的也好叫我嘛。我听你的话，我是做告别啊。听你的话吼，你又外外。我你何伊讲者，先来讲。拜托个，迄阵我讲，提个，即个白签咪多钱啊？伊讲，小早我你家去签，真正无人要插我。六号开五号，惊死人嘞。对啊，啊过来，我问讲，我查某你一日你掠好啊，结果掠好啊，连掉一号都，对不对啊？财神也擦身而过啦。是啦，这签牌，这是讲我今晚就盖起来。你今天没签，你嘛未使过签啊，对不对？无啊啦，今晚无得签啊，那今晚要哪签？这就早间这大，我讲我跟你讲，我拢改啊。好啦，改就好啊啦。改就好啊。早间这水啊，听讲做电视明星啊。想要做歌星啦，想要唱歌。别，你真要做歌星哦？安喏，做歌星你那是恁老母给你教是无唔对，但是你未使学恁老母的姿势，你爱唱你的。真正要做歌星，唱一条阿伯听看卖啊，鉴定看卖啊，和我的做观众给你鉴定。那带来一小段也是比较轻快的歌曲，就是张韶涵的歌，叫《喜欢你没道理》。来，给听看卖吼，好好听。一颗真心价就是九朵玫瑰，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。哇，不愧是蓝姑姐的女儿，架势十足。但你以为小芳只擅长甜美的表演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喽！爱情的恰恰，袂当放袂记，心爱的在倒位？啊，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，啊，不知你是不知你是走在倒位去？啊，忍落去，唔通流开，跳落去，大家看起。捧一杯爱情的酒，要来祝福你。比哥拍波算袂歹啊！真，但是伊吼，敢那一项无法度呢，伊都无法度有来录一唱歌，伊就进行淘汰。干母娘，凡是伊学晓，你也唔知咧。拜托，男女姐，你慢慢。你这人好实在，贵心足久啊！都电阿婆伊咧讲迄个话，就咧刺激因查囝。意思是讲，伊学蔡圭作成，学陈小燕来作成，干那无法当学男女姐。因为妈妈太有特色，她不相信。你骗鬼我讲，学我看卖啊！跟他拼了！嘿，直接甲撞啊作成，或直接男女姐同我求客。啊，来开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放我做你去。蓝如姐加陈小云，是想代价。你叫你个病咧！很厉害，随考马上就会。没有，这个要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你漂亮，不要以为你漂亮，身材不错，那就不敢。那就好像跟他修路，修路不也并导路，哎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要敢表演，这样才对。阿伯祝福你。谢谢。很棒。这个意思，我能再做歌星了，对。可以哈。谢谢。我好久了，就做四年。现在几岁了？
24要25了，好年轻、哦。你是有男朋友啊？哈、嗯，无妈妈讲袂使交男朋友。嗯、你讲迄落鬼话，你个你家己交个变鬼，叫人卖交你，讲迄落你讲迄话安尼就伤坏。你每一届人来，你拢要讲闹鬼。不是啦，你会家己做惊，你会你嘛在积极互伊交。不是，我是家己讲，讲天下的男人都不是好东啊，不是、啊。你讲，你讲拢歹啦，大家都像你对吧？你讲你，你未使讲我。啊，无啦，我主要是讲，我就是讲，比如，你这样讲啦，对吧？你情况低哥对吧？比如也，比如对也贵，对也贵。这个哦，这个传教贼啊，哪里是？你不要那个恐惊啊比啊！妈妈的个性比较像男生阿莎莉，对，所以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交男朋友可以，嗯，这个阿伯在这里跟那个你妈妈讲，嗯，交可以，但是你要听他的话，听男朋友的话，不要随便。哦哦，听妈妈的话。哎、欸，不要随便就赌气、嗯，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囡仔人，你还讲那种？你是毁什么囡仔人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结婚的对象，嗯，第一点，第一点，娶你一定爱市场，嗯，哎、嗯啊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养妈妈。啊，无伊就剩一个人尔。对。你给伊的迄落啊，嗯，他的心事我讲给你听。好、嗯。那你可以把男朋友来介绍给你。妈妈知道，还、要听妈妈的话、嗯，这是我爱你好，好对不对？你爱我，因为你妈妈只有一个人而已，对不对？嗯、你嫁出去，她没有了，对，她会哭。我告诉你，她会哭啊，她超爱哭的。你太了解她，对对，你真的啊、哦，阿伯交代你的事情要记住哈、哦嗯，好，要、啊、好好孝顺妈妈。我有啊，听我的话，孝顺她。哎、哦，听我的话，以后要嫁人，这个爱嫁出去。好，他们家还是先把他嫁出去。我想要嫁啦，先把他嫁出去好了。对对，你想的想不通。对吼，先把他嫁出去。嗯，对不对？嗯，贪官呀，当身躯边啊，加安乐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安乐就是可以。可以。什么？你讲什么啦？无，哎，安乐是好话。你明明拢是好话。这个，大家讲的歹听话，我就讲安乐就是让你平安快乐，安尼就好。但是阿伯迄句话伊讲出来，我讲出来就可能讲你的歹话，对吧？没有要孝顺，要孝顺啊！大会小晚会，妈妈很好，妈妈是较杂波浪型，爱跋脚，哈啊，我应该啊，哈，阿伯拢袂歹啦，哈，啊，祝福你啊！好，谢谢。看明是诸葛会笑，诸葛会色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明是诸葛会色。